家这个双座啊，就是驾副座，就是或者是半驾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手印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根，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e de so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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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 Baba, baba, maya, la, ah, ch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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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乐乐一一哦哦啊嘎坎嘎坎啊咋咱咋咱呀咋咱咋咱啊咋咱咋咱啊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嗯耶达玛耶达扎巴巴耶登德克达坦嘎多哈呀安德登克扎哟努罗达耶奥巴德玛哈玛那阿索哈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 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人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长的公爵多半跑了选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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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迎接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下面就是说是以这个互相啊，就是互不语言的这种这个推理方式来，就是驳斥对方的观点，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安理，推理和还有前阻不成理。首先是这个安理这个推理呢，就是彼无问神性呢，不见彼性故。因为昨天呢，就是通过这个比喻来这个驳斥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是你们的这种这个一个人呢、就既是父亲又是儿子的这种现象呢，就是是没有的，是从比喻方面来讲的。然后我们现在从意义方面来就讲的话呢，彼无问神性，就是这个去这种这个设法的去设法的这种这个心识啊，去设法的这种心识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有就是听到这个声音的这种二识啊，就是因为你同一个事件当中啊，就是一个识，就是并不是说是有两种无分别识，而一个识呢，即是这个执着这个外面的这个白红蓝的这种色法，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一个这个心识呢，又要这个
啊，自作完美的动听不动听的各种这个声音的，这种情况呢，就是绝对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没有呢？不见必行过，就是如果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是可以这个可见的什么这个什么可见证印吧，就是就是可见证印呢，就是应该这个证明的啊，就这是一种推理啊，就是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前面呢就是有一个人的话呢，我就可以看得见我的这个眼视呢就是没有这个损害，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也是这个设法，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在我前面，如果存在的话呢，我通过这个眼视呢可以见得到，但是因为我没有见到的缘故呢，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存在，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推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一个这个眼识啊，能这个照见就是设法，也同时呢就是能照见这个声音的，这种情况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现在这种这个推理呢就是可以证实，但是呢就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推理也不可能绝对，然后限量呢也不可能，这是其实也不用推理的话，限量也可以能照得到。哎，我现在呢眼睛正在这个看这个设法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眼识呢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呢听到这个耳这个声音的话呢，那诸佛菩萨的一些不可思议的这种佛的这个这种智慧的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呢他们也是不承认的，所以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我们凡夫的眼识呢就绝对不可能就是执着两个这个对境的。这说明呢就是你们这个所谓的圣物啊，就是绝对不是这个常有的啊，就绝对不是常有的。如果是常有的话呢，那他执着这个设法的同时呢，也应该就是执着这个圣印，就是这个是绝对要这个执着的。如果先执着设法，然后再执着这个圣印的话呢，那这个前面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已经变成在另一个状态。这种无常，这种这个常法呢，就是在这个历史上也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我们这个遮处啊不成立呢，也是两个方面来讲，就是一个是真实前处，还有呢就是前处不定之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样说的，如见机一桩，实是既非常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对方啊，就是这个疏论外道呢，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声称，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是一个意思呢啊，就是就他可以他自己的本体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不能变的。但是呢，他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时候啊，不同的这种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显现不同的这个形象啊。比如说我的这个意识呢，就是本来是常有的，就根本不能变的，就是恒常不变的。然后他的这个不变的同时呢，就是前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他可以去这个执着这个色法，就是产生眼识。
然后何以刹那间当中呢，就是他可以这个制作这个神饮，然后呢就是参详二十，还有同时呢就是他就是借助这个外面的这种这个什么那个其他的这个法呢，就是参生这个身体的这种这个身世等等，就是可以这个参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事，这是我们用譬喻来可以这个说明的。比如说他这里呢就是这个我们常见的就是有一个演员呢，就是他一个演员的话呢就是本来是他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呢就是上午的时候呢就是他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然后呢就是做这个天人的这种装束，然后呢就是表演这个自在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天人，然后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就是他把那些装束和服装这个全部都这个换了，就然后呢变成这个穿着这个黑色的，就是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颜色，就是然后就这个表演就是罗刹啊，或者是一些秀木啊，就是等等，就是这样现象。但我们这个比喻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本体的这个演员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人，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师友的这个意识一样，就是是一个的。然后他在别人面前呢，就是上午显现就是白色的，下午显现这个黑色的，两种这个形象呢就是不同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一个意识呢，就是有时候变成二十，有时候变成这个这个什么厌世，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合理的。实际上是这个是错的，就是是个大的这个错误。为什么呢？时常气非常，就是啊，就是他跟你说时时气非常。你这样的这种这个意识啊，这样的意识虽然你就是表面上就是做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也是不成立的。昨天我们前面观察的一模一样的，你这个昨天今天前面的这个什么这个上午这个表演的人和下午表演的人呢，表面上从这个相许上看呢就是是一个人，但实际上你严格的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那绝对就是不可能就是是一个人的。所以这个学物理的人也是以前那个就是这个今天物理学家的很多的这种论述啊，就是当时呢就是他们也是认为就是很多物质是这个静止的啊，就静止的。后来的话呢就是就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这个后代的这个物理学家，就是他们的这个发现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原子核的这个主尾的话呢，就是这个电子这个运动啊，就是当时应该发现的是一秒当中的话呢，就是是720到这个2200吧，就是2200的这种这个公里的这种迅速的这种运行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们看起来的是像这个漩涡轮一样，就是一个圆圈，根本看不到，但实际上是物质的这种运动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快的。所以不要说我们这个一个演员的，就是上午到这个下午之间的这个整个他的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是即使他一瞬间一秒钟中的他的整个这个时间的这个运动和这个旋这种快速的这种这个无常的这种方法的话呢，就是那就无法这个描述的啊，就无法描述的。所以说这不仅是佛法，就是现在通过这个这个实践的一些物理学也是完全可以这个证实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是你这样这个前面的这种这个舞蹈字和后面的舞蹈字呢，只不过是你的眼识被这个错乱迷惑而已的，实际上呢不是一个人啊，就是应该可以从明眼当中可以说是一个人，但严格去观察的话呢，他不是一个人，就是上午的这个穿的和那个下午呢，就是他还是这个不管是从他的这个年龄上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很多方面都是有这个截然不同的。就是同样的道理，你的这个前面是这个参生的眼识和后面参生的二识啊，这两个事呢就是绝对不是这个常有的啊，你这样的这种事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常有的。如果是常有的话呢，那二十的时候就是参生二十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参生二十等等，厌世就是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过失啊。
呢，就是说这个端出啊，就是不定制你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辩论和还有破他的观点。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对方这样说的，唯一样一题，就是对方呢，就是说是虽然是不同的啊，刚才那个演员一样的，上午和下午的形象也是不同的，然后我们这个严氏和二氏之间的这种这个姓氏呢也不同的，但是这是这个现象的啊，就现象上呢就是这个形象不同，实际上呢在自行的心智上呢就是完全的是这个一体的啊，就这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表面上看到的自己可能是啊，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你的这种严氏和二氏啊，就是这些呢就是从那个外境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不同的，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呢，外观和内观这样讲呢，好像他们的说法也是有对的样啊，就是这些异象或者不同的这个形象的话呢，只不过是这个现象而已，但是在真正的这个心识的本体当中来讲呢，是应该是合理的啊，就是合理的。当然表面上看来他们的说法是对的，实际上是不对的。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佛教的这种的话呢，这种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佛教呢并没有承认所谓的这个意识呢是常有的东西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是你不承认是常有的意识的话呢，它的本体是一个心识，然后外面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外境，观待不同的外境呢，就是产生六种意识啊，就是这种是可以的，可以这样这个说的。但是你们就不是承认所谓的生我是常有的，既然在一个常有的话呢，在一个常有的本体上呢，就是产生这些是不合理的，就是。他们有两个方面来破他们的观点，首先是心性行为的原因呢，就是自性不一体啊，是自性一体不一理，就是这样，这个破这个，彼以未曾有，彼以未曾有，以养如非正自性复为何？如为即时是终身降成矣。他下面这里面呢有可能。互相啊，就是对话的方式呢，就是有几种辩论。就是刚才他们说的是本体上是一体的，这个形象呢就是不同的。那我们呢，就是下面都是剖析啊，就是剖析的时候呢，你们这样的这个数论外道啊，就是这种意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稀有，很奇怪，很难得。应该是用一种技巧的这个语气啊，就是说是你们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罕见，就是为什么呢？你们说是燕氏、二氏、毕氏这几种氏的话呢，就是本来明明是就是不同的，就是六种氏啊，在六种氏的话呢，你说是本体是这个一体的，本体是一体的话呢，就是从一方面来讲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六种氏，然后。六种是呢，就是本体是一体，就是也是常有的。如果不是常有的话呢，我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也可以承认。但是如果是常有的话呢，常有的一个厌世，常有的二世，常有的必世，这样就是六种是呢，就是全是这个常有的。然后这几个常有的呢，就是又变成是一个常有的。那这样的这个意呢，就是在曾经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上啊，就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意。明明知道这是不同的六种是呢，你反而呢就是承认为。是这个意，就相当于是我们明明看见是这个六个人，这六个人呢，就是你们承认是啊，就这六个人
是一个人，就是那这样说的话，那可能实践的一些这个田地里的农民也是会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哪有这样的意义？就是。对别人呢，就是说这个异样非真实啊，就是对方说这样的这种议题的话，不同的这种现象，二是厌是必是这些呢，是这个现象的虚伪的，这不是这个真实的啊，就这不是，所以我们呢也这个承认是真正的这个议题呢，就是其实是他的这个心事啊，就是他的心事呢，有时候。他们用这个水晶球来这个比喻啊，水晶球呢就是是永远都是透明的，永远都是无垢的，这样的这个无垢的本体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识的，这就是生物。然后生物以外的这个厌世二识必识的话呢，就是外面的这个现象而已，但实际上呢就是对它的这种真正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无有挂钩。就是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呢，那就不合理的，死心复为何？那你们这个不是说是生物啊，这种这个生物呢就既不是生识，也不是厌世，也不是二是，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外面的现象的虚假的这些事呢，就全部都不是，而唯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神我呢，是到底在哪里？对你们的这样的这种这个自信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有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不知羞耻的说是若为实际是啊，就是啊，这个刚才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这样的这个常我是到底是谁呢？就是他们说是啊，就是这个意识啊，就是圣我啊，就是这个圣我呢，就是反正说来说去也是他的这个本体是实有的。那如果是真的是所有的这个，比如说烟识上面也是有一种意识的圣我，二识上面也有意识的圣我，鼻识上面也有意识的圣我，因为这个意识的圣我呢，能周边所有的这个事的原因呢。就是每一个种事呢，就是都有一种意识的这个部分呢，因这样的原因呢，就是所以呢，就是就说是这个成果呢，就是是存在的常有的。那这样一说的时候呢，我们佛教或者是我们这个中观派呢，就是给他发这个最后的态度，就是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都变成这个一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话呢，其实所有的这个心识呢，就是每一个众生都已经具有，不管是你是汉族人、藏族人、蒙古族的人，任何一个民族的人的话呢，每一个众生呢，就是都有这个心识，就是都是具有一种心识，因为你相当于是二识、厌识、鄙识呢，就是都有一种这个心识的这种存在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所有的这种众生呢，就是都应该变成一样，就是都具有这个心识的原因啊，就是都这个具有的心识的原因。或者呢，就是说是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男人、女人、侍女当，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呢，也应该变成一体，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人的这种概念，或者是纵向的原因。
就是发一个泰国呢，就是这样的，行无行也已，同为是有过。如果按照你们苏伦瓦道的观点的话呢，那么这个你们这个信呢、啊，就是因为这个知道是这个僧我呢，就是是有信的。然后僧我以外的，就是还有24种法呢，就是其实没有这个信的，无信法的。然后按照你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呢，所有的这个25种这个地啊，就是这个有信和无信的这些法的话呢，全部都应该呢，就是这个变成了这个一体了。变成一体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这些都是存在有一种特点，就是全部是这个实有的缘故。他们自己认为呢，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实有的啊，不管是这个神我也好，然后那个这个自信也好，大也好，慢也好，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根啊，大无大等等，就是这些呢，全部认为是一种这个实有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们这个素能白道啊，自己就是说是25种这个所知，25种所知呢不应该承认呢，就是应该是变成一个呢。为什么呢？因为都具有一个特点，具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你们都说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那如果这样推下来的话呢，本来是你们说这个分我和自信呢，就是常有的，其他是无常的。但现在呢，就是全部都应该常有了。为什么呢？因为都具有的这种缘故，有一种特点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具足啊，就刚才那个眼识、耳识、鼻识呢，都有这个心识的这种缘故呢，就是全部都是常有的，本体上是全部常有。如果这样的话呢，你25种法有心也好，没有心也好，全部都是就是存在的这种特点应该具足。这特点的具足的缘故呢，就是其他的这个23种无常法呢，就是也应该变成这个有常了。那是那个别相虚妄的缘故呢，就是中相真实不盈利，就是讲这个他说称妄是何为同啊，就是共同意义。那么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中相和别相之间的这种差别来去进行这个驳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去这个设法，然后呢就是去这个神隐，还有呢就是去这个外面的这个味道啊，还有这个所处啊等等，就是这些法呢，就是本来是这个别法啊，就是别法。我们移民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是中相，还有这个别相。那么这个中相的话呢，就像是这个树木的话呢，所有的这个树木的种的这个概念，就是其他里面的檀香啊、别墅啊、什么柏树啊，以及这个松树等等，这些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别相，也叫做是这个别命啊，就是别命。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明明知道是这个苏门外道呢，就是认为是眼识也是假的，耳识也是假的，然后这个鼻识、身识等等，就是这些个别的这些心相呢，就是全是心相的缘故，全是现象的缘故呢，都是这个假的、虚妄的，他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呢，那你这个差别的这些这个别相的法呢，就是全部是这个虚妄的。如果全部是虚妄的话呢，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你们所谓的这个共相啊？就现在不是认为是这个生我的这个重体啊？生我的这个重体呢，怎么会是成为是这个实有的、常有的呢？一般来讲是这种这个推理方法呢，就是也是完全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如果是别相是这个无常法的话呢，那中相也是应该无常法。比如说我们说松鼠呢，就是无常的，然后那个簪簪香呢，就是也是无常的。如果这些无常的话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树木是这个常有啊，就是当然是
从音韵当中的这个中象和边象的这种分析的话呢，就是如果中象是无实法的角度来讲，是不会有这个过失的。可是歪道就是不承认是它是一种无实法，它是实有的。如果是它是实有的话呢，你所有的别别相呢，就是全是这个虚伪的假的，也是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世俗的法一样。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中体的这个声闻呢，怎么会是常有？怎么会是实有的呢？这个比喻呢，就是你们应该这个举出来，但实际上呢，就是不合理的。前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孙论歪道啊，就是破这个孙论歪道的观点，这个孙思就是孙论歪道的观点破完了，然后这个孙论歪道的观点呢，就是分那个三个方面，首先是按理这个推理，那他们的教派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认为是我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我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常有的，而且这种常有的这个我呢，实际上呢，就是无性法，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下面驳斥他的观点的时候呢，无心也非我，无形则汝贫，就是我们下面说是你们这个孙思歪道，这个孙论歪道所承认的这个无性的释放呢，就是也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我啊，就是一也不是我，他这里意思呢，包括是前面这个有情的法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我，不但是有情的法不是我，而且无情的这个法，就是这种法呢，就是也绝对不可能这个是为我，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性的缘故，就像我们的这个瓶子、柱子、石头等等一样的，他们呢怎么会是能那个就是制作这个我的这种作用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他们这个歪道啊，就是他认为呢，就是什么这个这个有九种这个释法啊，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比如说这个无常的这个四种这个地水火风的，还有这个虚空啊、我啊、时间呐、微尘呐、方向啊等等，就是九种这个法是存在的，这是这个常有的，就是虽然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就像是瓶子那样的话呢，那怎么回事？有这个苦乐的感受呢？怎么回事？我们的这个众生的这种我是不相同呢？我们就是都认为是我是这个有生命的，我是有感觉的，我是无常的，我是有苦熟乐熟的。但是呢，你这样的这个我呢，就是绝对不会我们跟这个众生的执着相同的。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边就是也是这个哲伯他的观点了。为何有心过知成无知灭，若无变迁心也必何用？那么对方呢就开始辩驳到说是这个我呢并不是是他本体上呢虽然是没有这个心识的，但是呢我需要这个干涉这个对境呢，或者是相用对境的时候呢，这个心呢是突然这个具足的。因为歪道说是就非常可笑的一些观点了，比如说海螺和海螺的白色呢，这个差别法和这个差别式这样的这个差别。然后我和性和牦牛和牦牛的这种牛角的话呢，应该有赫赫的这个关系，我的这个性呢是具足或者是赫赫的方式来已经存在。所以呢我这个相用外境的时候呢，通过我的这个价值具足一种这个性啊，有这样的这个性的缘故，才可以呢相受外境。那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你现在所谓的这个智啊，心是已经成立的话呢，你原来承认是所谓的我是无止的无尽法的这种说法呢，就全部已经毁灭了啊，不合理了。再加上的话呢，如果你的我呢本来的是常有的，它像虚空一样的，人和东西也是没办法给它穿破的。如果是这样的，那对它无常的这个心既然来了的话，那对它有什么作用呢？绝对不可能作用的。就像我们这个虚空呢，本来的是它是一种无为化，远离一切这个作用的。然后来了一个多杀的这种这个孩童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牦牛的话呢，对这个虚空有没有这种这个利益或者是这个危害呢，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你原来这个所承认的无情化的我呢，是便于一切的，是常有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呢，有多少个这个众生的心居住在它的话呢，无常法和常有之间呢，绝对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你们所说的这个赫赫关系。这种关系的话呢，通过我们立证呢也可以继续这个证悟。所以这样的这个说法呢，绝对也是不合理的啊，绝对不合理的。最后舍已的时候呢，他这样说的：无知复无用，虚空也成我。因为你们这个成人呢、所谓的这个我呢，是无知的，没有这个心识的。如果没有心识的话呢，它绝对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作用啊，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用。既然是它没有，因为它是常法嘛，它是常法的话呢，怎么会起作用呢？绝对不可能起作用的。绝对不可能起作用的话呢，那实际上呢，跟虚空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你们这样的这个神论歪道啊，特别可怜呐、为什么呢？你们把这个虚空呢，当作我就可以了，你们其他的所谓的我呢，现在的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因此呢，你们只不过是把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无有诸碍的这个虚空呢，当成这个我就可以。
Om Bangara Banasadardha.